5月5号下午，芒果 TV 在北京举行的夏秋内容新品发布会，主持人李锐、杜海涛、演员王鸥、徐小诺均到场助阵。第一季中，芒果 TV 独播的《我是歌手4》收获了15.6亿的播放量，汇集何炅、撒贝宁、王鸥等明星的烧脑网络自制综艺《明星大侦探》也收获了不错的口碑。在发布会现场，王鸥也是作为节目嘉宾代表为大侦探站台。一开始呢，我们这个节目是要开始循序渐进的嘛，你第一轮搜证其实真的没有找到什么东西，你也很难组织。其实我是一个编故事能力相对弱一些的，在他们里面，所以我很难靠一些很小很碎片的东西去编一个故事。但这个方面呢，何老师、撒老师特别强，所以我一般都得在第二轮之后，然后就是坐享其成，拿到他们所有人给我搜到的证据之后，我说啊，我才能推测出来这到底是因为一个什么样的原因杀人。在第二、第三季度，芒果 TV 也将继续发力，不仅有《全员加速中》《快乐大本营》等强势 IP， 还将迎来暌违10年的《超级女声》的回归。芒果 TV 更是全天直播。网络自制综艺方面，由李维嘉联手星座大师小猪主持的《开普勒 452B》预计在本月正式推出。村长李锐则将推出独自主持的新节目《瑞丽 Go》。而在自制剧方面，于正打造的《半妖倾城》，陈学冬与欧阳娜娜主演的《是上先生》也会在暑期登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正在热播的爆笑武侠校园剧《终极游侠》首播当天播放量便突破了1300万次。芒果老新闻这么多独家巨制，唠唠都快看不过来了。报道。